是好的坏的一起强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哦有了哦，刚想说看他一直在那边靠腰。夜深人静陪着我清醒。哦现在是有声音的，哇哦，说是可以在 KBOX 开个电台耶。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嗨大家好，我是温言。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好小声，好，我把那个麦克风声音开大一点。我追 Hello。不行，这是双声道。哦，会有音乐，然后也会有我的声音，所以我要想办法把音乐盖过去。像这样吗？现在有点大声，嗨，这样呢？哦，有 ，hello， 哦，有了，哇哦，大家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刷这个，这个，嗨耶，对，赞啦，赞。哎，其实这就跟鸟鸟天一样了，只是就可以跟大家互动。鸟鸟天就这样被 KKBOX 一起听给取代掉了。好吧，为了要那个，我们就是要听爆这张专辑啊，所以那个这个礼拜都进，就是我今天我看一下我这礼拜有没有什么事情，但晚上没事就上来跟大家在空中讲讲干话好了。糟糕，大家会不会把？但不行，聊聊天就是讲一些干话会可以那个，之后还可以修，在那边讲干话一定会有人在那边偷录，就给我放出去，很可怕，可怕在那边做什么讲什么都会被大家搬运来搬运去的。在那边，嘿 ，anyway， 所以我现在，哦 ，KK Bus， 这是车编吗？小编说我可以先在 IG 预告，可以啊。我今天，哦，我们的人数有成长哎，我们现在是251位听众跟我们在线上，嗨，第251名 ，Hello， 欢迎你进来，欢迎来到这个很厚的同温层，anyway。就很谢谢大家很喜欢，我相信我们250，加我252位，都真心的喜欢这张专辑，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那当然上来也就是因为就是数位上面就是成绩也需要就是对啊，也需要一些业绩啦，对啊，但是也想说哎，有用一个好玩的方式跟大家互动啊，这样子，因为其实。实体专辑卖的蛮好的，就是想谢谢大家，很多人买，这张专辑的实体版，我自己蛮 surprise， 就没有想到哇，这个时代还很多人愿意买 CD 啊，然后，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专辑很漂亮啊，那，但当然最后回到数位的时代，大家还是会看数字嘛，看那个线上的 ，anyway， 所以想说，欸，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方式来，你要讲催票吗？好像也不太像是，但就是，yeah， 想说可以怎么跟大家互动这个样子，然后对，总而言之，我有看大家就在 Instagram 上面那个大家有提供一些意见，就是说，欸，要怎么加倍的奉还啊，我觉得有目前我心里想的就是看大家写的有几个大家好像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像多一些 cover， 或是三角锥把它做成一首歌，这个我是这几天在弄，然后还有什么直播跟大家谈谈唱唱也是可以，很多人说高雄场，然后一堆人说腹肌，大家应该是 why?这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深的误会？为什么？哎，我现在变违禁了。Why? Oh my god！ 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要腹肌 ？Why？ Anyway， 我的麦克风爆掉了。Why？ 哦，对，违禁那个8月7号他家开的一场那个音乐会，大家赶快去买票啦，赶快去把它看爆。你知道，就是上半年我们艺人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都没工作，所以就是很需要大家救助我们。所以但8月8号他卖完了，很谢谢大家帮他这个买他音乐会的票，对吧？我会去吗？嘿嘿，你觉得呢？我觉得，对啊，我当然会去了。
刚刚耳朵有点痛啊，拜谢，我就音量开小一点点。好啦，那就是语音好像也就好像就这样了，还可以干嘛？哎，阿波先听歌好了，先听歌啊，等一下要讲什么再开 on air。哇，好累哦，我干嘛、啊？哎，我们人数增加了呢，现在有259位。Hi，Hello，Hello。有人说哦，自弹自唱哦，但自弹自唱的话，不是音乐也会在那边播吗 ？Hello， 这边小编 ，Hello， 别走，弹唱 ，Hello， 线上直接呼叫客服人员。今天留言刷很快，对啊，小编一直 KK Bus 一直被洗掉。阿伯，我看一下，搞不好 KK Bus 偷偷传 Instagram 的私讯给我。嗯，都比人家偷偷嘞。看一下，并没有，没有 KK Bus 并没有私讯我跟我说要怎么样，没有，因为我们下班了，下班啦。嘿。我觉得声音蛮好的了啊，现在开直播应该不行了，我现在很邋遢，我好累哦。做声音的直播其实蛮好的，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其实文字上面的直播跟大家留言互动也比较好了，可以好好的想一下要写什么东西，不然像现在也不知道要讲什么。还有说敲碗新南大主厨小编说和牛也有三倍哦、oh, ，really？ 现在立刻打开我的 Instagram 来看一下，哎呦，说和牛，他说要日本的吗？还是要澳洲的？我们也有美国的哦，和牛也要三倍啦。好，谢谢大家一起听，就到这边，我要去写歌了，这样写才能去上新南大主厨，耶、yeah!。可以去 Wave 做声音直播，赶快下载。我、哦、现在有那种专门声音直播的 app， 是不是？研究一下。太多了，我做不完。我又要做 IG， 又要做 Facebook， 我要上来 KKBOX 一起听，我又要弄 YouTube， 我还有一堆平台，什么都要弄。不容易，不容易。我还要录 Podcast， 我还要录 Cover Song， 我还要写下一张专辑。我想下一张专辑应该是八年之后。好、哦，谢谢 CC 说很喜欢你的 Bruno Major Cover，Thank you， 超级喜欢那首歌 ，Nothing 真的是 effing good song，effing good song。哦，我们人数往下直掉了，耶、yeah! ，247位收听，谢谢刚刚那个短暂陪伴我们的那几位。好啦，我们又回来这个250人的很厚的同温层了。说难怪每次都很想要赶快下班。对啊，就是，当然嘴巴上面是那样讲啊，就是说啊，赶快下班那样子。但是你真的演唱会，好久没开演唱会哦。如果真的开演唱会，应该也会觉得说啊，很舍不得下台，太久了，好久没开，尤其在台北，已经好久了。上一次已经是一年前了吧，在战神。然后，但最近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有一些新的讯息。请密切关注我的 Instagram 跟 I don't know Facebook YouTube， 对啊 ，Anyway， 刚讲到什么东西？看一下，真的是被太阳晒昏头了。Yeah， 好期待在现场唱这首歌哦，这应该超嗨的。Yeah， 这张专辑我在现场最期待唱的几首歌，一个是这一首。然后另外一首应该就是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就好期待，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合唱 I wrote a song for you。我觉得我可能会翻泪，因为我觉得好有意义哦。然后哦，上礼拜周末才去那个嘛，上礼拜周末才去台中啊、高雄去签唱会，有人有来吗？现场的200哦，人数又减少了，现场的244位。朋友们，有人去现场吗？然后就是，对，有人说啊，台中场现场合唱超棒的，对啊，我 Instagram 上面也有转发一些，那感觉真的蛮棒的，大家全部一起唱那首歌的时候，还蛮动人的，我觉得啦。然后
很像在这个英文补习班吗？就是大家一起唱儿歌的那种感觉，赞啦，赞啦，耶、yeah, ！I just know。Yeah. 好，我先回一下型男大主角，回一些爱心。哦，好及时哦！我现在在跟大家直播，我要在 Instagram 上面做什么？好，那我现在也要看一下 Instagram 上面有谁又 tag 我，看一下。哦，对啊，你看，我看到 我的什么维里安资讯站这个，他立刻就把我刚刚在这边打的字，就是集结起来，然后就是说方克拍 MV 了，惊叹号，看吧，就在那边搬运搬运搬运。现在我在讲这些话，过不久又会我自己又会再听到说，哎，网路别的地方又都听得到 ，OK 啦。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在听这段话的，就是没有跟到这个一起听或是声音直播的。你就是像鱼了吧，哈哈！谁叫你不加入我们这两百哦？现在是249位的很厚的同温层里面呢，哼哼，还不赶快来加入，来听爆这张《Sounds of My Life》，Yeah！ 哦，有人说信看了吗？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哎，信还放在唱片公司，我还没拿回来，对不起，我这几天，哎，我礼拜这礼拜五吗？反正之后会拿到了，大家不要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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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边信看了吗？还没啦，就还没拿回家嘛，等我一下啦，等一下嘛，我休息一下嘛，我快累死了。好啦，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很想要跟我讲的，你也可以在这边写嘛，或是你在 Instagram 上面先写一下嘛，不要急嘛，好的东西就是要耐心等待的啊。你都已经愿意用手写的去写下你的一些真心话，对不对？而不是直接用网络上面的文字这样去写，就表示它有一定的温度，你想要传达嘛？那温度有时候就是一个，就会是需要是等待的，对不对？嗯，我不知道你擅不擅长等待，反正我最擅长等待，所以不要急，不要急，下张专辑八年以后。Wrote a song for you.Wrote a song for me. One day on the knee. Hey, yo, he, oh yeah. 我跟大家合唱。这是我和你。但应该跟音乐不同步吧。哎呦，你。You and me, yeah. 才。吉他随身带，不是啊，我现在就在房间里面了，如果吉他就在旁边。一定会不同步啊。OK， brand new， brand new 要专心听歌，好听的 brand new。No pavements running through the city， yeah。说，哎，你为啥唱的那么好听啦？因为我就是歌手，这是我工作啊。歌手，anyways， 厌世时很喜欢听的歌 ，brand new 吗？厌世好像是 ，brand new 好适合，像我现在去滑板的时候，我听自己有时候会听 brand new 跟 see one Monday， 我觉得好适合哦，就是、滑板它有个速度感那样子。有人说哦，以后可以十点半以后开吗？要上班啦、啊、那个晚上十点半吗？好啊，我今天是不是开的有点早？因为我本来想说哦，我刚刚已经讲了，然后不赶快开个线上一起听，大家会觉得 ，Hello， 真笑哎、欸。打歌哦，对啊，因为我刚刚喝气泡水。Brand new 也适合跑步的时候听，对，没错 ，Brand new 适合任何的时候听。当开那个新的网购的物品的时候，也是可以听 brand new。就比如说买一个什么气炸锅，打开的时候 ，makes me feel brand new。
有一个新物品的气味。有没有网购打开那个纸盒啊，就会有一种新的东西的那个味道，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兴奋。这样怎么有人说早一点吧，太晚明天要上班无法跟，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Oh no！ 我们的同温层249位听众里面出现了意见分歧。Oh my god！What do we do？Oh my god！ 到底要晚一点开还是早一点开呢 ？OK， 结论应该就是从早到晚开，然后一直放，然后我人也不在这边，但还是开着麦克风，然后你们可能就会听到我的猫的声音。就听到野比吗？野比在哪？野比，你在哪？Say goodbye，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我说不过是和谁，你跟麦克风讲点话，我比谁都擅长讲话。 Hello，耶、yeah, ，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吗？你讲，还有什么？听起来好像我在虐待你一样，没有吧？不是我虐待你吧？都是你平常虐待我吧？啊？好了好了，哦哦。啊，记得回来。回来再呼喊，生命好了。哎呦，因为耶比的关系，我们的东文城降到了239位听众。好，那那个一定也会有人录这一段嘛，所以现在正在听这个回放的朋友们，你就是错过了 live。的野比的叫声，时间的浪不简单，会不会把你脑海里的我给冲淡，离开开始，我现在在看 Instagram， 瞬间爆炸，大家都非常热烈的tag 我，好 ，OK， 我回来了。Gogo 的 live 哦 ，Gogo 不行了 ，Gogo 现在整个就躲起来了。GD 有机会，有可能。那算了。对啊，对。好好听歌。耶比可以创粉专吗？不可以，太累了啦，谁要去经营？他自己经营吗？他才几岁就在那边用手机用 IG， 眼睛会坏掉。真的是。就去看看
去挑战自己设下的梦想。谢谢大家 MV 真的是谢谢导演，谢谢所有认真的工作人员，太认真听我讲话夹到手，请注意安全。严父，对，没错，我就是严父。也比应该四岁左右。好啦，也是老大不小了，整天还在那边滑 IG， 像话吗？也不好好找一个正当的工作，整天就是在家里面睡觉啊，吃饱睡，睡饱吃，然后就是在那边一直叫，叫什么叫？哎，可以跟我家的当朋友，我家的也三岁，猫跟猫很难当朋友啦。不是互相哈气吗？我是为父，不是严父。不，你错了，为父是我爸。耶比可以交男友买，看不懂。哦耶，哦，瞬间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耶！这张专辑好顺哦，每次都不管从哪一首开始听，好像就会很顺的把它听完，然后其实在这边开直播，跟大家开语音，好像也是蛮感觉蛮 free 的，就在这边想讲话的时候就讲话，不想讲话的时候就滑 IG 嘛。三只猫都是女生吗？不是，我的三只猫都是男生。Hello， 就是一群男生，我们是四个男生。KK Bus 说明年进去讲啦。赞啦，谢谢 KKBOX 的 KKBUS 跟 KKBOX， 对，都谢谢。风云榜啦，拜托啦，好不好？但是风云榜嘛，是看数字啦，大家一定要把专辑听爆，不然我就没办法去风云榜喽。我只能在小巨蛋外面骑 U bike， 然后都看转播吧。啊，或者是去吃 IKEA 那个好久没吃哦。肉丸吗？还什么的？嗯，好吃。而且也有双麒麟。最近天气很热，好像可以去双麒麟。可以来找车边。我不要，你们要让我去风云榜，我为什么要去找车边啊？没有啦，疫情，希望疫情会趋缓啦，就可以真的办风云榜，不然大家也是有没有？就是拥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当下都很难，就会很容易觉得理所当然，就很难珍惜嘛。真的是失去了才会懂得啊，那些很理所当然的东西有多珍贵。像是你说停水停电的时候那种感觉 ，Yeah。所以反正总而言之 ，I wrote a song for you 这首歌就是在写这种感觉吧，一种珍惜当下。其实大家听到这是我同学他们的声音。起司火腿的一个面包也很好吃，哎呦 ，IKEA， 好，可以，下次那个错过风云榜的时候，我会经过 IKEA 进去吃一下。而立什么时候唱回台湾呢？嘿嘿，再等一下，我不能透露太多。想听你 cover 独占，上次 KTV 版本听不够，好，我跟你爆雷，我有 cover 了，只是就之后会上。安安明天继续讲公布入围，有看好的人选吗？哦，明天哦，要回想一下，去年有谁？时间过好快，刚好有事，我可能得复习一下下。哎，我而立是去年上架的啊，但我不抱任何这个希望啊。Anyway， 有联名带信的 cover 吗？联名带信之前好像唱过。是很唱过，所以应该可以搜寻一下。清风梁静茹田馥甄娃娃，哦对哦，啊对啦，清风啊，啊一定就清风了呀。清风这样太空人太厉害了，太空人一定金曲奖大赢家。对，还有静茹。你现在这样好像在广播，是啊，我就是在广播。当晚苏打绿 cover。Tomorrow will be fine。各抓一下。因为是我和你
算了，好累哦，下次好了。会跟清风合作吗？希望啊，希望啊。上次看清风演唱会，哦，对，清风演唱会超猛，超级猛。哦，我看那场就是最后面何景阳就是阿福有上台那样子，然后只觉得说他的西装好可怜哦。我是这张专辑的，因为何景峰。男孩装周只有安安 cover 哦，对啊，真是太难了，难唱呀！我以为只有我才会写一些很难唱的歌给自己唱，但清风也显而易见，果然是。啊，会去看余丁密的现场吗？嘿嘿，一直嘿嘿。佛曰不可以。大家一直说笑死我，刚刚讲什么？刚刚讲什么很好笑吗？哦。好哦，何景阳的那个西装，不要这么说阿福。何景阳，我最近在跟他约一个东西，一直给我放鸟。Hello， 我是要包黄耀生，不是黄耀奇。没有抽到票，对啊，余丁密那个绝对是极度的抢手。听我跟清风讲话可以狂重听。Hello， 大家好，我是蒋。我个人认为啊，清风讲什么话都可以一直重听嘛，所以。真的，清风是可以开 podcast， 他只是清风，我陪着维里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像我也，我是一个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是那种别人越说，哎，你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心里就会越叛逆，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我干嘛？为什么？你要不要拍 vlog？ 我干嘛拍 vlog？ 我不要。我是录音师，然后到最后终于决定要做的时候，其实人家都已经做的很风生水起了。风风火火，对啊。大家好，所以啊，清风啊，我在这边呢，跟你语重心长的说，开 podcast 吧，啊，就不要在那边啊，不要在那边了啊啊，在那边听 啊。我是简爱，我喜欢。TFM 说跟娃娃合作，什么时候会听到啊？跟娃娃合作，合作什么东西？自己忘记。我这样讲吗？我要跟娃娃干嘛？我们一定都要幸福哦。我不知道，还是我等一下问娃娃。Hello， 我是。他说什么？我的声音真的很多变。对啊，我可能有那个，可能有。It was a lot of fun。可能有遗传吗？也不是遗传，因为我的表姑是声优啊，就是真的是配卡通的。其实今天我才在看一个卡通，是我朋友介绍给我，叫……我在看一集，叫十集哦。Hello， 我是 Food Wars。对啊，他说那个做菜的很有趣，然后就说哎，真的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我。有先放着，然后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就他可以选中文发音，然后我就开，然后就觉得，哎，其中一个角色声音好像有表姑哦，还是其实就是，但我没有问，但他真的是搬蛮多卡通啊、韩剧啊、配音啊。我也过30岁了。你也可以配卡通吗？爱心，我之前配过《蓝色小精灵》的电影。十几之灵，对，好像是，对，是肉，对，那英文叫 Food Wars， 对，骨子里流着声优的血。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快速。不敢了。对，我帮那个蓝色小精灵配是小聪明的角色，就是戴眼镜的那个小聪明。邀请问方去聊聊天，可以啊，之后啊，之后还会做什么新的突破吗？我觉得，我想一下有什么。目前是没有想到什么新的东西要突破啦。我个人认为，我最近好像突破超级多了，应该是可以先把突破好的东西先好好做吧 ，podcast 好好做，然后回到我的本业啊，我好好写歌做音乐才对吧？整天在这边跟大家在空中讲讲干话，其实也露腹肌。大家真的是对露腹肌有一种很病态的执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露腹肌跳舞裸体唱歌，但还好啦。其实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说哇，大家都原来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肤浅，就是啊，就是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厌世，然后觉得很愤世那样子。但是现在我就是很完全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非常的肤浅。
然后either 你就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就这样。但 anyway， 但是现在的话要露、哦、也最近都没有练啊，宣传期根本就没有时间运动。你变了，对，没错，我就是变了。就是变了，每个人都变了，没有人不会变，因为不变就活不下去啊。不变的话就会继续，就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然后继续的分尸技术，那有什么用？因为世界是怎么样，你要改变的世界比较快，还是改变自己比较快？对啊，最后思考逻辑是这样。世界当然可能会慢慢变啦，我们也有可能会慢慢改变世界，但是在那之前还是得先改变自己。露手指就好，露手指头，很常露啊，很常露，弹吉他就这样子。大家想看真实的你，呵呵。哦，没有了，励志，然后听维妈的声音，对了，听我爸妈的声音。好了，感谢我的两位 number one fan。哦，不对，刚刚说 number one fan， 乱跟大家说可以签名。我的 number one fan 呢，婆呢，曾经。刚刚那段话真的老来等，不是老来等，我现在就是老了。跟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我们这247位的同文层，大概年龄层是什么？有些可能大家都还是学生放暑假。嗯，我只能跟大家讲说，《而立》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们非常久，因为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在喝水吗？对，没错，这边我刚刚在喝水。陈妈妈，我录专辑。手指真的很漂亮，谢谢。二十几啊、哦，二十几一样啊，十八啊，十八咱们给我点笑喂。二十出头真的都很年轻，有些十五啊，二十三，对啊，差不多。大概十，我看了一下，大概是34到20几吧。年过30的不多，对，嗨，30出头的，耶、yeah, ，我们自己再开另外一个聊天室好了，我们可能只有5个人吧，5个人的同温层，过30的，但是 anyway 就是，对于20几岁的，我觉得，就好好的，我不知道哎、欸，好好的利用时间吧，真的。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回头看会发现说，哦，三十就是时间真的是最珍贵的。然后像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有大把的时间，然后没有什么钱，但是有时间，所以就是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然后当过了一定的年纪，你攒了一些积蓄之后，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时间是钱买不回来的，对啊。对，好好善用你的时间，然后你要把它用在陪伴你的家人，你要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去做吧。不然也是 ，you know， yeah， 18岁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惊叹号，你懂个屁，你懂个屁，等你过30，你就知道了。其实出社会以后就会感觉很明显。出社会以后，每一年真的就是糟干了 boy 嘞，那是。过超快，就是像比如说今年，我就觉得说哇，怎么上半年一下就过了、啊，好快哦！现在都7月嘞，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但当然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过去这3个月就是走宣传期，这种很像过了，好像过了30年一样。说教时间哦，拍谁啦？拍谁？我是。年纪大了，就是喜欢在那晒晒凉。我也是少讲点正经的，多讲点干话，少弄一些什么深度的东西，做多露一点腹肌。目前是真的没有。但是其实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就是露了以后，大家就觉得不稀奇了。哎呀，真的就啊，就是。想去几号的音乐会？想问去几号的音乐会违禁的？不重要，不重要。我2场都会去，2场也都不会去。这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到底 to go or not to go? That is the question. 终点是 you have to go。听你说你的感觉，让我们更有同感，感觉很亲切。当然啦、啊，因为我们就是250人的同温层啊。我们的所有的价值观、听觉、品味都一样，我们就跟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努力，让外面的宇宙跟我们的宇宙就是结合在一起，
一直讲宇宙，好像在讲林思雨。你去哪天我就去哪天。好，我跟你讲，我八月一号到八月八号每一天都在，那你每一天都去吧。253哦，没有，我这边看252人，大家要突破同温层。我们裸奔歌声就好，赞，很好，很好，同温层万岁，征服宇宙。很喜欢李安说一些有深度的话，谢谢啦。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比较浅薄一点啦，没有那么有深度啦。对啊，还是想上榜单，哈哈哈。那当然啦、啊，不上榜单怎么交代呢？是不是？不上榜单，我就会在 KKBOX 风云榜的时候去 IKEA 吃东西。哎，刚刚是不是说那个起司火腿那个面包好像可以？上次去还有那个起司球，还是薯饼吗？还是薯泥球那种的，好吃。有人说，我比较喜欢听韦里安说干话。哦，糟糕，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又出现了意见上面的歧见。有些人喜欢听真经，有些人喜欢听干话，怎么办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嘿嘿。但是这也不是鱼，也不是熊掌，但是就韦里安就是这样，有时候讲讲干话，有时候讲讲一些。Yes, see you on Monday. 现在依旧是253人。现在是几点了？已经快11点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紧绷了吧，这样吧。明天晚上再回来，应该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人数。所以专辑又要再听一轮吗 ？Oh my god， 又要再一个小时了。这样会有点想睡觉了。已经11点了。要开到几点哦？本来想说要做业绩，我们就要把整张专辑听完了，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就一直播基德回来吗？然后听，我不知道，通宵，说通宵 ，Hello， 要到12点哦。哦，有人说才刚下班，还是说我们过了11点，我们来看看人数会不会突破到，比如说300，然后。就继续听，他说就是大家其实都夜猫子，晚上才听嘛那样子。说不要虐待自己，记得休息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睡着继续播哦，对吼，其实可以这样哎、哦。天哪 ，You hack the system！ 这样子 ，KKBOX 会不会觉得我们作弊呢？会，那他会让我们继续作弊吗？我现在在等 KKBOX。回复回应，好紧张哦，留言一直跳出来，他到底会不会出来说母汤这样是不行的，你不准来风云榜，你给我去旁边 IKEA， 或是对面也是有披萨哈欢乐吧耶、yeah、可以跟社畜说晚安吗？晚安社畜，我完全理解那种痛苦，辛苦了辛苦了，出来工作的就是辛苦。哎呦，我们冲向259人呢，会不会冲破260呢？260这样我们的同温层就会变厚，又更厚了。Oh shit， 小编先下班了。好，他们下班了。哦，好吧，有人想说我真的是一直在讲一些干话跟那个。刚刚有260，哦，赞，赞啦，我看到才算。Oh no， 小编还在。他说会，但以上言论仅代表车边本人。会是什么意思？会是说是会请我去 IKEA 吃东西吗？还是说会去披萨哈？那底下美食街也是蛮多东西的。还是说会是那个会算作弊？好啦好啦好啦，我们就是。是这个，要不然我们做一个 social experiment 好了，我们做一个实验嘛，好不好？什么？可以小车边说什么？要跟会跟我一起去吃 IKEA？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
不让我去风云榜啊，然后跟我去 IKEA。哦，不要，去吃披萨哈可以。哦，你说去年听你的歌5000多次吧，忘记了，你确定是5000多吗？还是500多？还是50多次？突然代言 IKEA？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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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马路说的对，马路说什么？马路如虎口。糟糕，我有点拉不上去。好 ，OK。一天只能刷10次哦，所以其实是很难刷榜的啦。好啦，那大家这个就是，那对啊，那难怪啊，我们这同文层就是大家自己在 happy 而已啊。你看250个人，每人一天听10次，每首歌也就2500而已啊，懂啊？啊，那我还在那边很认真跟大家讲干话干嘛？哼，这是浪费我的时间。好啦，谢谢大家，晚安。麦当劳冰淇淋跟 IKEA 冰淇淋哦，双麒麟来讲，我觉得麦当劳还是更厉害一点，好吃。IKEA 的是很有趣，你可以投10块钱，然后它就会自动的生出一坨那样子，好吃。只好多开几个分身了，母汤嘘，不要说出来。对，虚编，所以要靠大家把安安带上风云榜了，赞。因为车编就是要，你知道，就是那个推卸责任，就是不干他的事情，就是说，但他没有上风云榜，不是我啊，因为你们又不爱听他的东西啊，他哥就不没有在榜单上面嘛，那我们也很想要他来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嘛，那就只能去旁边吃东西。伟大鸡排也不错啦，啊，吃伟大鸡排啦，走起来。赞啦，赞。唉，人数怎么又掉了？应该大家累了吧？还是跟着我一起听的我的一些 TA 也是社畜啦，社畜，大家明天也是要上班啊，有些人也还是要上课吧，我觉得。嗯，虽然已经放暑假了，车边真的很想安安上风云榜。好、哦，好啦，你的好意我收到了，但确实这种东西就是还是看大家，还是得看大众啊，大家喜不喜欢那样子。其实 我自己是有点什么东西，我看一下他说是什么。你们把车边的留言洗掉了，我看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明天可以提早预告跟大家说几点会上线。好吧，因为我太过走一个随性的路线。哎，那如果我明天提早预告了，我几点会上线？然后我们还是这250个人，怎么办？谁要负责？车边要出来负责吗？谁要出来负责？车边请回答。车边请回答。9点开哦。说不要太在意数字，你不要太累就好。No， 我只在意数字，我不在意我自己累不累。什么 ？KK Bus 说我以身相许，这是惩罚吧？等一下，这不是负责啊！你为什么要再增加多我的负担？啊？立刻关掉。IG 又被关爆吗？250人线上演唱会。看，现在已经有 Instagram 有人在 tag， 是不是？都是虐待你吧，都是你线上虐待我吧。哇，原来就是我在讲话的东西，你看都被大家录下来了，好可怕，网络很可怕，小朋友。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们，网络上面的东西就是不要随便留下来。我今天看那个哒哒哒，我都在想说，天哪、啊！幸好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 Instagram、Facebook 啊、YouTube 那些之类的，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会留下来、欸，而且 forever。爸爸又出现了，怎样？对我就是在提醒大家，你真会后悔哦。我说真的。我光是大学2年级，我去看大学1年级写的东西，就觉得说天哪，好想那个，好想掐死自己。车边捡到枪，车边又说什么？
我看一下，他被洗掉了，洗掉了吗？笑死娃娃的飞机杯用了没？你觉得呢？谢谢大家，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不开了，这礼拜都不开了，算了啦，谁理什么榜单啦，烦死了，差点骂脏话。随便啊，你就是要问这种东西嘛，没关系啊，风云榜。为了这个风云榜，我就不去了。然后这边就说啊，你本来就没有要来啊。叛逆安，对哦，我就叛逆，我就烂，我就烂，赞。叶比，叶比来，叶比你坐，叶比你坐直播，你坐直播。我居然在那边讲干话讲了40几分钟。叶比，来嘛，来啦，跟他 say goodbye， 差不多了。你跟他，你跟他讲三字经。人之初，我教你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习孟母，择邻处。后面给我。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天哪，我居然都忘记了。就是这首歌啦，跟大家 say hello， 说晚安，晚安，赞，赞啦，谢谢大家，也不要下班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请继续收听这样 Sounds of My Life 的专辑，嘿。OK， 哦，其实也差不多是他们吃饭时间了。好，那我要去喂他们了。谢谢大家，晚安。OK，Ending，、okay. 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我也默默的讲了47分20几秒。明天晚上再见好了。明天我看一下几点上来。但是如果车边又在那边给我在那边老司机在那边给我狂冲乱轰，我立刻就下线，好，立刻下线，就这样。还说最后要不要弹唱一首？我不要，我为什么要听你讲的？我为什么要照你讲的做啊？为什么？好啦 ，Anyway， 这边辛苦了，谢谢辛苦的 KK Bus 同仁，谢谢所有现场收听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边。